小猪，小猪，血压怎么那么低？才20%。李主任，五床的血氧宝宝都非常低，请您马上进来。血氧多少？才20%。机器故障了。您先看一下。20%。之间就这么近了，这是误会了。这主人先看一下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通知卫立插管。副主任，五床需要插管，请您马上进来。不是，不行了。相信我们啊，以后没事的。主任，不对啊，血压心脏都往下掉。一号做肾上腺素进推。收到。那我来。肾上腺素一号做进推。我来接手。肾上腺素一号到。压掉不错。肾上腺素一号和进推完毕。好。哎，杨宝还上不去。进出去。喂，来，我这。哎，怎么了？氧突然往下掉。哦。您准备插管东西。来接吧。来，接手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除颤，你准备。好。患者病，患者出现室颤。来，非同步出颤。来，把这准备好，告诉我。来，抽抽导子。好。插管成功。好。来，出颤。喂，我是李主任。李主任，怎么是你？小猪呢？小猪他去做 CT 了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等我小猪检查完，麻烦您告诉他，我生了，母子平安，七斤九两。恭喜啊！我把孩子照片发过去，你给他看一下。谢谢你啊，李主任。谢谢阿姨。来，上线速一号再推用。来，上线速一号哥再推。辛苦了，师傅，上来。副主任，我已经不行了。心率是一条直线，魏主任，他已经没了。
这个病跟我们经历过的禽流感还有 SARS 太不一样。尽管我们有呼吸机有 ECMO， 但是很多病人其实是死于肺外的多器官功能衰竭。那您现在有摸索到一些就是关于救治危重新冠病人的规律吗？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发病机制以及规律是一无所知。有挺不下去的时候吗？那您挺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做？坚持。你身后这些氧气瓶都是空的。扣了好几次肺，吸出来，就是看看能不能加点护舒坦，然后请护长，就是说把病历拿过来一下，把肺扣的这个看开出来吧，给他长期开肺扣吧。八床这病人昨天是真的急转直下，我们都来不及请魏主任他们插管，答应了。九床这病人嗨弗洛斯，我没法按照医嘱的给80%的氧。氧源确实不够，好，我只能给到60%最高的。那么，请主任他们再去努力努力养生的问题。然后现在氧饱和晚上基本上在88%到90%。西西找到了。十床这个病人呢，体温的峰值呢，就要前面几天稍微下降。放心吧，李主任，我一定会尽快跟上级汇报。李主任，ICU 三床生药药快用完了，还要用吗？血氧怎么样啊？好，接通了，刘局长，听得清吗？好，听清楚。谢谢用吧，谢谢。哎，你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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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丫头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我和全家一定会团聚，一定会。一定会，大爷，您控制一下情绪啊！好，谢谢啊！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听大夫的话啊！还在想小猪的事儿啊？专家组针对像小猪这样的死亡病例开了研讨会，结论是，他们死于极为罕见的沉默型低氧血症。病患发病的时候没有明显的表象症状，但其实体内的血氧已经很低了。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病理分析来解释沉默型低氧血症的发病机制。不过专家推断，很有可能是新冠病毒攻击了人体的代偿功能，是因为代偿被破坏，才导致我们没能及时准确地做出治疗决定，所以责任不在你。坚强一点吧，我们不是熟人。